线现在是，你只要过市民大道，现在是五十啊，可是刚刚去打出来的，打出来真的在开的已经有79了。对，所以你只需要过了市民大道，有五十米的全部段速线降为30，对，你降为40，可是因为我们现在50，它有人开到79。你现在你都要开阳多啊，要开阳多啊，交通管制规定啊。你们有家，你为了少数违规的人，然后要把这十棵树挖掉，这是没有人可以接受嘛？那个有经过那个中校接龙路口，就其实他在红灯变绿灯，然后你开始要开车，大概都要三个红灯。对，我大概我走一个街区，大概要两个红灯。对，所以我们不能用尖峰设计它，因为我在黄埔南路也是啊。就是南往北一样嘛，就是北往南一样嘛。我先请教一下哦，那远雄现在的规划，地下停车场有几个出口？几个？应该是在你们这个最后那一个。停几个？你们停这个？它总共有三个大区了哈，三个大区，一个是北边哈，走松烟路出来的停车场，一个是在光复南路，有三个出口，两个往北，一个往南。然后另外就是在逸仙路，刚刚提到的逸仙路这边，逸仙路这边主要有一个出口是它其实出来以后，它就是这个中央东路东往西走，它其实出来就是东往西走，东往西。然后在逸仙路北沿就是原来设计要走到乌山巷那边的，本来是有出口从乌山巷出来，那现在那个出口呢，因为乌山巷这边这个就不知道不能通过嘛，所以现在设计全部都出口出来又再绕圈回来。这个一线路，所以这个大家主要的出口是这些。所以刚刚讲到那个，这个是不是这个功能的出口出来以后是不是右转？其实，在大巨蛋的里面，其实它自己就应该做分流了。对啊。那所以我刚刚在讲说，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像那个忠孝东路东往西这个方向。其实不只是光复南路这个出来右转的车流而已，它其实主要还是东往西还是西往？东往西。东往西。东往西，因为你光复南路北往南出来右转就是东往西嘛，哈。那所以其实它不只是这个出口的车流，它其实是分散的，它有一部分也是要走刚刚我讲到的这个靠中央东路边出来的那个出口，那个出来以后就只能东往西，所以它其实里面自己也是。是做分流。现在它总共有三个出口，车那个进厂、退厂的时候只有三个出，那个国外三个出口尔。啊，有法多到国外去，毕竟嘛，三个是一个你公路南路呀。三窟啦，哎，啊，每一个窟出来出。即马公路南路迄个即马是往倒一个，是伫即马往南。往南迄个出口是伫倒位啊？地点伫倒位？迄出口。中央门口岛。哎，罗东。中央门口。现在的中央门口岛位置。没有。现在中央门口岛步行脚踏车。第二几个？哦，对了，现在的南往北的内侧车道。中央门口岛靠过来这边。南往北的内侧车道。南往北内侧。那个松烟路，松烟路那个。松烟路有一个，那个是很主要的出口，因为以那个以后大客车、计程车会走的出口。北边有。迄个出口，即卖迄个出口是即卖伫土啊土伫在土，迄一个嘛，迄个出口应该是真有作用啦。啊，另外一个就是伫逸仙路遐，对。那现在啦，因为我即卖毋是批评不是啦，我今天拄到你啊，甲即个阶段来吼，我是希望说看大家。把富士会这人找出来，安尼我是请你大家，因为这个大鸡蛋哦，本来去伫这个位吼，认真正正。啊，我一来讲，像迄天副市长伫讲，我毋才听哩。我这市民拢市民，这个市民我叫市政府吼，迄个教育局、搭国标我拢有，包括政风处我都有，你会使去遐甲调查。迄天我是啊正去，我讲你若讲点无问题，这是好听。我搁99年，这100年，99年我搁提，我搁提一个市民，我即马拢有，我提出来，但我拢有，我才甲伊讲，恁拢无共关心，无留啊落去关心，无落去采纳，怎样无去？从这大鸡蛋开始的，阮当地甲遐邻近，大家嘛讲交通有问题，包括恁即马交通局拢讲无问题，即马为什么即马问题走出来？那么即马甲这个阶段来，我是希望讲恁研好好研究啦。看要安怎来吼，尽量把这树啊，全部留起来吼，是尽量啦吼。我即摆是讲，恁也袂使就是讲要求配合人工组合啊，
如何来大家让台北市民拢来认路回馈，啊，把台北市的认同度甲乌安回馈，应该他们内部可以调整的，民意要应该叫他们好调整。你拄仔讲，哎，若要换，甲考虑个遐结果，若要换换新北市要换大，因都安尼行。它里面里面它里面的停车位，它应该还是可以去规划。你将来要进口要往哪一个出口，你往哪个方面出口，它应该可以。内底会使去叫，恁哪会拢无想到这点去甲处理？恁干呐讲历史要历史，即个台北市民我做着很不公平啦。吼，我是讲，这是甲恁参考，应该这个可以做嘛？你可以要求延长，但是你这粒鸡蛋去遐都唔对啊！啊，你当初九十一年的时候，马市长去阮家去三抓包讲，这拢还阁有证明的。当初你讲是一粒大鸡蛋，本来讲五万人，伊讲阁一个办公室，到尾改落来四万人，迄是对阮家讲先改落来，吼。啊，搁一间办公室，即嘛毋是啊！你量体加遮济，啊，你交通讲无问题，较讲嘛四万人，啊，你即嘛嘛讲五大鸡蛋，卫生五星级、六星级的，哦，电影院什么这个百货公司，这个你人数拢无算，啊，恁拢像安尼好背，啊，即嘛好背这问题出来，再来你也超袂好势。我是讲希望，甲这个阶段，恁看因内底，你们听错的部分，你们要怎么如何几个方向、几个出口，你方向要导致。你入来时，你就该注票。你即马若要讲，好比讲要往新店方面呢，那你是不是从一线路可以出口？往那个方面，你给他注票嘛。比较外口设红绿灯，应该还比较有效。啊，阮是无提这，阮拢提啊。包括即马我讲实在，阮这好啊，就带，阮就拢这代志，阮拢提，不是没有提出来。你根本拢无敢提，无敢纳入考量。啊，毋是讲阮即马毋是顶骂啦吼。我是讲到这方面，看看刚刚我们都会的。这个大地震上辛苦，就是伊。阮是安那，我当当里长里面安反应，我们不站出来不行。阮两个头乌到尾。啊，你讲你我伫遐住六十几年，那你交通怎么样转？迄中孝东路五段嘛是我伫遐了后才开的呢，我哪会唔知影？五五三巷嘛是拢我伫遐开的呢，对无？我哪会唔知讲交通安那是？啊，你说你这样说，你们交通局我不是埋怨啦，我是讲给恁参考，然后或者咱讲话边，你甲看，阮遐要往上山方面的，阮政府住户一两千户拢伫啊，要往上山方面，有咩路可以出口？没有。后来呢，停车组看甲袂动，才伫要甲中华东路甲做一个回转道，你争风时间搁甲关地，阮搁袂当出来。那你？你甲看，啊，实在是，当你伫搭车的时阵，阮本来阮三分钟会当过，阮爱绕车，有当时还搁搭车爱绕一下外分。你知影阮遐苦，阮遐人的这苦楚安那，交通问题安那来受着苦楚。你们如果看过，我甲你算讲，竹县安尼过，安会当过几台，那我们当地要回家的就回不来啊。你讲像即嘛这停车的问题，你甲看，阮本来文创园区，你甲看舞台，阮即嘛停车拢无够。啊！你文创园区有车有停车位都没有啊，所以你要知道，那停车没有停车位是我们那边你知道。今嘛，阮每个月阮租的是4300，迄阮是拍七折。本来阮今嘛租的是停车场，今嘛变停车库呢。他假日他也不敢开出来，开出来回不进去，你敢怎样？你们根本都不知道啊，对不对？所以，这个这个改革，我是希望讲，刚刚我们会长这个，我们提出来，哦，这个方面，我是希望恁去尽量去参考，纳入参考，把剩下不多的树，给把保留。啊，拄我迄天迄个一个副市长伫支持一个查某，迄是委员啊，是交通局，我唔知啦。我阁无机会通阁甲伊来，无先来参考，讲你到底捌开过车无？讲实在，你说为了交通安全考量哦。我甲你讲，你忠孝东路这内底我有提啊。你若忠孝东路，你若搁甲围一围底啊吼，对沿江的大遐搁甲围一车道出来，搁一线路的搁安尼来，我来讲，打一个林家龙，你敢不敢不会出车祸吗？你们敢不敢保证？我问你一句话，敢不敢？谁敢保证？你说要怎么安全都不安全啦。今天一条忠孝东路也好，公路南路一条真完整的这人行道，你来乌到乱七八糟。当初阮就来讲沿江。你不要跟他盖那么多，你的车跟人你来对立，你是违反道路嘛？跟他去，你要出来你就开就走嘛，不会有这样问题嘛？现在问题都是大鸡蛋造成出来。啊，我是希望讲，我是当地里的里长，我是希望讲，
吵骂都是解决问题的哦。希望讲恁爱考量，恁免反映给长官听。委员，我今日毋是批评啦，但像你讲伊，我这市民都有提起来讲，啊，拢无人讲，吼、哦，迄、那个王委员，我也无人讲。我这你去甲调，我收我是拢有哦。我这一百年哦，十二月二八，我亲身，我是你顶亲身送听，我搁叫收啊，甲签收的。啊，若无你去谈了，我讲若无影。我捧一杯茶，甲你扩三下头。啊，有影你甲顶报纸顶三工，我卖啦，卖甲你要求遐多，一工就好，你敢无？所以说，你要根据，啊，多多听，毋是台北市民，毋是歹，你啊多多听听人。当初你若卖量钱，卖去遐多现场，卖遐贪心，今日是无这代志嘛。啊，那这代志发生，大家的需求你流出来，你不要说要给他怎么样来获得这个获得这个伊。交通因要求咱就安内，你要考量说，台北市民大家的看法、想法，大家你大家来配合，吼、哦，这是所以讲我的看法啦，我谢谢，已经12:30了，我想不要浪费时间。